之事，修行了数百年，这会儿终于见到真的了。把它做成标本，我要收藏。面试结束，还请各位在外稍作歇息，我们将综合各位长老的意见，在半个时辰之后选出三名合格者。提前恭喜王兄加入灵剑派，求仙问道，结果都还没出来，恭喜个头。王兄刚才在乾坤窥镜面前引起的骚动已经足以证明一切。这里可是灵剑派，身为五大仙门最古老的门派，长老们什么样的灵根没见过，可王兄的灵根居然让他们都失态了，足以见得有多稀奇。对啊，王兄这一路的表现都是异常抢眼，在冰封谷更是一剑斩开天地，这种实力不录取你录取谁啊？不到最后啊，这种话谁都不敢说。念到名字的便可留在我灵剑派成为内门弟子。文宝啊，哦，朱琴，我王